龙哥您先留步，然后我们的乐手老师们要马上去准备一下，因为接下来你们会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。是，但是还想要代替歌迷们来多问您几个问题。能说的不能说的都行。那先说不能说的。接下来因为您看歌手乐队影视界您都进军了，还有什么领域是您想要再去闯一闯的？我来自外太空，谁要拿我长大叫我当他老祖宗。我是一阵风来去一匆匆，谁要拿我当盘菜我跟他哥俩接下来掌声欢迎一下哥放假，有请嘉哥。下午在红毯的时候说今天穿的又冷又热的啊，果然是好美啊。欢迎孟佳，首先捧起你的巅峰荣誉。好的，来分享一下吧。广州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孟佳。非常谢谢我们的 QQ 音乐巅峰盛典颁给我这份荣誉。然后其实我刚刚在台下看了很久所有歌手们的一些表演，我就觉得还蛮感慨的。谢谢广州，谢谢谢谢光芒万丈的孟佳，再次恭喜孟佳荣获年度巅峰风尚歌手。接下来为大家来揭晓年度巅峰热度男歌手，他在影视音乐领域都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，我们来看一下会是谁呢？请看 VCR。 孟佳，他们留在融合了音乐电影艺术的这个庞大星系中，找回了隐藏在心中最本真的自我。影视和乐坛都是他宇宙飞船探索的领地。2023年，由他为电影这么多年献唱的久别曲《时间碎了》，登上 QQ 音乐巅峰榜、影视金曲榜、飙升榜等多个榜单。他就是年度巅峰热度男歌手张新成。